郑局长，你是要等下一班电梯吗？他怎么来了？ 按电梯了，石宗浩，石宗浩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人谁啊？把我拉过来又不说话，好一招若即若离。 实验你可真是深谙此道。谢谢你真贴心，不客气。 人再多细心，不像某些人一点待客之道都不懂。你的风景还没说出口的话，害怕已经来不及，预知这场雨假装不在意，迷途在夜里。 还没说出口的话，跨越时间的勇气。